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，这里是奥特曼传奇英雄二，我们继续我们的剧情冒险啊，多解锁一点角色啊，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角色，初始角色很难受啊。来，从战斗痕迹来看，泽塔应该就在附近战斗过，线索应该就在附近。OK， 我们去找一下啊，我们去找一下线索，应该就来到了1-2的副本。哎，我说的没错啊。这里我们收集进度还可以得一些材料啊，都给他点了。开始，我们也没什么取别的角色选啊，我们就只能这样开始了啊。泽塔，看到泽塔了，朋友们，泽塔被围殴了。哎，我们的赛罗师傅啊，泽塔的师傅就来了啊，来了来了，朋友们。赛罗营救师傅，接下来交给我们的赛罗保护泽塔，有点意思，一杠二就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啊！保护泽塔还可以手动自动的啊，朋友们。那我觉得，哎呀，这模拟器不行呀，朋友们，感觉放个技能就会卡一下，就很难受啊。到时候换个方式，看怎么个录制法。这不行啊，这不行，这完全不行呀、啊！来，激光扫射！哎呦呵，我的血都没有了！这等下怎么保护徒弟呀、啊，朋友们？让他打徒弟吧！好 ，nice， 终结！我也猜到了啊，不会很困难。1-2都打不过，那还怎么玩下去啊，朋友们？又获得了5个泽塔，好像20个泽塔随便就可以把这个泽塔英雄给他激活了啊。OK， 体力恢复，他还可以恢复，越打体力越多，朋友们。来，我们的泽塔去前线探索得来的回报就是那个恶魔碎片啊，地球的异变和那个碎片很相关啊。好的，成就啊，又多了一个新的功能，我们去看一下啊，先去看一下成就，成就就是收集嘛，收集然后获得一些材料嘛。来，恶魔碎片不能放任不管，一定要回收。好的，泽塔你还能再战斗吗？没问题，我还能战斗。拿出警备队的气块，哦耶，走1-3，与泽塔一前去收回恶魔碎片。1-3试用，这意思是泽塔可以试用啊，在这个剧情里面，泽塔我们可以试用泽塔。哎，果然我们的泽塔就在这里面直接放过来了啊。 OK， 我们来玩一下泽塔啊，找到碎片就在那里，小心泽塔。哎呀，我们赛罗师傅可恶，被埋伏了。哎哎，赛罗机器人，好家伙，你这个卑鄙的家伙，我饶不了你。这是打 boss 吗，朋友们？机械赛罗，看见没？我直接防御。哎呀，和你也防御，干嘛？友情戒，我电你，电不死你。怒气一开，一个二技能，怎么二技能吧？怎么二技能？哇，这泽塔有点意思啊！他的技能都是派这个友情戒里面的队友出来攻击的，朋友们。哎呀哎哎，机械赛罗就是帅，该说不说啊，一个闪避躲到他后面，他也闪我也闪，你闪我也闪，来，哇，这个技能有点意思啊，觉醒技，觉醒技直接把他秒了，朋友们。哎哎哎，点点！哎，差一点，朋友们，他
然还要我操作，我真的是服了啊！嘿，这还有剧情演绎，我的天，这么帅的吗？有点东西啊，可以，非常不错。我不知道手机网卡不卡、啊，这模拟器玩确实有点卡，而且我的模拟器已经把性能调到最高了，朋友们。好的，又多了几个功能和一些红点，我们把它都给它解决了啊！强迫症必须要解决这种东西。你们那好有哎，我们的泽塔可以召唤呢、啊，合成泽塔啊，新英雄到位，原始形态。卓越啊！可以选择泽塔养成经验，一键升级，好吧，一键升级。历练啊，又多了一个历练啊，全天开放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直接就战斗了吗？确定阵容战斗。哎呀，还摆了一个回头帅的姿势啊！护送舰艇。哦，有点意思啊！什么个事啊？来了啊，坏人来了！哎呦，我们舰艇很厉害呀、啊，我们看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这需要我们护送吗？我感觉他比我们强呀、啊，妹妹。来一个二级人，这不比我们强多了？舰艇炸他！这是有点卡，有点卡，妹妹。大家发现了没？大家到时候可以在评论区告诉瓜牛哥，你们用手机玩会不会卡？如果卡的话，到时候用手机试一下啊，想个办法录制一下，用手机。喂，去哪？还从背后偷袭？哎，我们这里怎么有个向上的箭头？这个什么意思？来啦，跟我撞！后面有没有敌人？后面没有啊。我来爆个怒气，爆怒气！我怎么怒气？爆怒气还有伤害呀，妹妹。这么多敌人呢、啊，一下，我撞，我吃他，对，好多好多角色呀，朋友们，这是获得这个材料啊，觉醒石，是可以使系角色所有感悟，啊，我逆系角色。就是力量英雄啊，力量英雄，朋友们。OK， 回到主城，这个功能我们也给他用了啊。泽塔，要么觉醒泽塔了。刚才获得的觉，哦，用在这里的啊，觉醒石，朋友们，原来是这么个用法啊，原来是这么个用法。OK。好的，那么这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支持瓜牛哥，帮瓜牛哥视频多多点赞。下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